孙晴，逍遥家是谁啊？是朋友啊。孙晴，逍遥家讲，恁昨暝送了真欢喜，搁多谢你送伊礼物咯。迄无啥啦。无啥！你搞不清楚，哈？这只狐狸精到底是啥？你昨暝该做什么代志？你竟然来送伊礼物？你误会啊啦！伊是游戏内底熟悉的朋友啦，我连伊是公的还是母的，我拢唔知，绝对唔是啥物的狐狸精啦！阎王。